这也就是多点了，然后头出来的，对，哦，真的是，对啊，我给他一个超级棒，这是妈妈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医院，怎么痛？早上已经破水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挂急诊。肚子痛，我生宝宝。对啊，你紧张吗？你紧张吗？有一点紧张，有点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嗯，现在第几周？38+1。38+1。第几胎？第一胎。输送人员，检查柜台有孕妇要送产房。面子痛，对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他的药出来了，我有点紧张啊，我就怕痛，是啊，我就怕痛，爸爸紧张吗？我还好哎，你看你很紧张哎，早上的时候，这里，不，然后呢？水球破掉哇，都很大声，吓死我了，我有点想暖宝，才一个小时，可是跟宝宝一个人在一起啊，他平常上班一个人在家，可是他要他在家很久，嗯，好可怜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有点担心他，嗯，又有点担心他，是啊，对，嗯，你想带他来，他不能来啊，对，他不受控，对，他不能，他来了我怕，我也怕，痛，哇，哇塞，啊，你好痛哦，你躺平，我好痛哦，哎，现在122哎，120呢？很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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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痛。他降下来了，好一点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很厉害什么了？很痛，好不好？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怎样？刚这个痛应该不算什么痛，应该还有超大痛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我怕。没心脏，没心脏。现在要去帮袁爸住院，对，然后待会要把那个待产包一起拿上来。还有你老婆，肚子有一点痛。怎么痛？一点点痛。就是他在动的痛。不是，就生理期那样的痛。哦，那他可能真的快出来了。没有，医生说到傍晚，可是现在才11点，有点吓人了，怎么办呢？怕，不要紧张。紧张。不要紧张。怎么办？哦，又想要快点生，又有点怕。他痛起来怎么办好？哦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你躺下。躺下。哎呦。
因为妈妈打完无痛之后终于笑了。对，很痛耶。我快要变瘦了。恭喜你啊。它很重耶。真的啊。它真的是占我体重很大的比例耶。腰真的很酸。大概什么时候会生呢？他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到死，就会到死了。才一个小时就会到死了。对。来，深吸气，好，吸饱，头抬肚子，向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很好哦，现在你用力就都有那个，现在快五块钱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快十块钱了。好啊，如果没有力，你就深呼吸，换一口气，再一次。在那边突然就很好。进去了。然后等一下啊，先生在外面等好了，会叫你。好，我们要准备进去了。好，加油啊，一鼓作气。所以他刚刚用力的非常的对。其实现在我的心情兴奋大于紧张，因为紧张就留给妈妈。对，其实很兴奋，很期待他的到来。对，要这样子，对，要这样子。下次就出来了，这一次就出来了，对，下次就出来了，然后就等。很好，继续继续，快一半喽！一半，继续继续，对对对，多一点，好，投出来的，投出来的，对，哦，真的是，对啊，哦，我等下就从你的肚子，哇，来，哦，那个是妈妈，有点累。你在发抖吗？你冷吗？有点累。比我想象中的好。我本来以为很吓人。很冷。